记得找我们喝酒，对。好。欸，你待会要跟我讲话。哦。第一首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哦。好好喝，应该是。OK OK。然后我们现在讲干话，因为感觉好像在忙。那个。梦圆老师啊，然后后面在装忙那个 Taco 老师啊，然后右边那个好像也没在干嘛，小恩老师啊，然后我不是老师，对不起。Thank you.
的情况。你刚刚介绍歌名。我们今天四首都新歌不认识孟元老师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好，那个想介绍一下，我们是 Postway， 然后我们是团都没唱过，对，粉丝团都没有唱过，我们是 M 系偶像团体。我们的歌词都很 M， 但是我们本身都是 S 哦，不要搞错哦。对，然后第一首，刚刚第一首歌叫打我头啊，就是说，来打我的头，我会很爽这样。然后
刚刚第二首叫做言语暴力，就是赶快来骂我，我也很爽。对，然后哇，就是很久没有表演了，真的会紧张呢，真的。我不要哭的，哎，小文老师要不要讲个话？不要讲话，对。下一首是。好，下一首是我们就是目前唯一的抒情歌啦，对，就是。稍微讲一下好了，因为要拖时间。对。这首歌叫做《是绿洲还是沙漠》啊，然后就是我社会觉得写这首歌是因为就觉得当初就是很认真、很积极的打拼。然后就是觉得说，看，我觉得很想要，什么都要，我很贪心，什么都想要获得，什么都想要去学到，什么都想得到。但是，就是走了这一招之后，发觉干你娘，对不起，骂脏话，没听到，没听到，就觉得说，就是发觉自己最初的初衷跟梦想都不见了。然后其实我才最想要回到是当初那个，什么都还很懵懂，就什么都。没有得到，但是却抱持一切希望的我。这首歌叫《是绿洲还是沙漠》，谢谢。
笑，我只想自在的悠扬。那面对呼应的低压，就伸出双手把我挣脱。粉丝专业，大家可以帮我们按下赞。虽然我还不知道专业专之万专业，你们说你上个月就要创吗？因为那个后来 logo 还没设计好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来演这样。相信我 ，coming soon。OK， 好。然后不要告诉我，其实我们团名是最近才决定好了。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们叫那个讲一下 pose way，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 pose， 我们就中文叫破思维，就是脑袋有洞了，不悲啊的意思。对，谁取的谁脑袋有洞？我脑袋有洞，我承认，好不好？OK，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比较特别啦，就是我们今天有个主题，然后那个主题就是我们都要 cover Bloody Sweetie 的歌。对，我们先把他歌唱完，然后他们待会表演就会很尴尬。哎、欸，不要生气哦，不要生气哦。business by business， 还是你要叫纯一上来唱？但要叫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纯一还是你想要先上来唱，让热身一下。可是速度不一样哎，可以也不一样。速度跟 key 都不一样，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re 过、哦。你想要上来吗？天也不一样哦。对啊。先不要。你不敢，我也是没有不会说话的。没有，看一下。就是我们保留一支麦给你，然后如果你想说，哎、欸，干他唱的我这么烂这样子，直接上来把我踢走这样，压力很大也 OK 这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 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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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就是欺负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人真太年轻了。年轻人就是冲动。哎、欸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编。那你可以先听一轮。你可以先听一首。那我等一下再上来好不好？你今天来扣第一个扣子，会不会很紧？我OK 好。好来啦。啊。低调低调。我知道。低调。低麦的低小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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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解。我知道我们现在最强的 cover 就叫他们整团上了，干这么硬，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听。啊、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他们的比较好听，对。不要再拖时间了。谁说的？谁说我看不到？该找我喝酒。我要站着，你愿意不舍，泪水的爱恨的疼痛。可是最坏注定要一个人，只是不愿面对。写这么好的歌，大家帮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然后那个，我要说什么？对啊，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我们孟云老师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新团，所以我们歌其实蛮熟的，所以我们一直要 cover 别人歌才可以写成我们的存在感，刷一波。所以这首歌是孟云老师非常喜欢，然后我就我的侧面了解，这好像台下有些人也蛮喜欢这首歌的。对，所以让我们孟云老师来讲一个话吧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为什么要找人这样讲座？对，我先跟你们说，因为
是我自己在最近很忙嘛，然后我刚排时间呢、啊，然后我发现就是超自然跟今天这一场是同一天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才刚从自己演完，然后因为我们本来是压轴，就刚说没有，我要前面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不要问。我说因为我现在生病，所以我要早走。干好烂，没有。合理。哎，话说，今天孟云老师在超自然中是坐着弹，他现在站着弹，是不是该掌声鼓励一下？因为今天就是 Brian Sweetie 跟 Peter Tracker 就都是我自己学生的团嘛，然后我从日本回来4年多了，然后其实我也很多感慨，就是有时候啊，你高度不到，其实讲话真的不会有人理你，我觉得很靠北。你是不是要透露一些什么秘密啊？好好听哦。所以就是因为自己是这样走过来嘛，然后就是看，因为现在他们两团跟宣晴我也都帮他们做，然后只是觉得就是我是不会哭啦，只有在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因为他认识我的时候，我也还没有就拿到代言嘛，对，最近拿到了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对啊，欸、然后 ，By the way， 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带你的代言请？因为很重啊，我重。大小眼，而且是七选的，为什么？早上我之前拿七选的。对啊，我只是想跟就是我学生，或者是在场有任何玩音乐的朋友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真的不要气馁，因为你一气馁或认输，真的就输了。然后我想跟我后面两团学生说，就是。我不会说什么，我做得到，你们也做得到这种屁话。对，可是我只是想跟你们说，就是你们就尽管去吧，我会在你后面撑。好，那这首就我自己很喜欢啊，所以想说就蛮符合大家的心情。对，然后就送给你们这样。大概给大家一分钟查一下歌词，大家可以一起唱一下。我因为我也在看歌词。大家赶快查歌词啊！大家应该都是有 4G 的吧？是吃到饱吗？还没先讲。哦，那个Pay Money to my pen the rain。OK。Pay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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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。付钱给我的痛啊！付钱让马丁。哎、欸，你又没见到那个冯立彪讲话。接你又不接。好，查到好，我也快查到了。OK， 好，哪里啊？查到了没有？查到，可以了。还有两补价。不会啦。这里没有费。用喷的啦，快点啊！好，可以。感觉都没了。我都不是说好，我讲完就要下钱的吗？可以哦。